好 ，OK， 语音讲话再帮我们听一下，谢谢哦。好，没问题。等一下哈，谦哥在 solo， 紧张啊，那个很开头的。紧张，太紧张了，这跟录音的时候一样。那朋友们觉得谦哥唱怎样？很棒啊，100分啊，超过100分，我都要哭了。自己 solo。没有，我觉得我现在的功力大概就他们的100%。不会，我们认识越久，那个百分比就会越来越高。应该是说，就关于这种 solo 的题目呢，我们就会在演出前一天告诉他。对，直接让他现场 solo。对，临场反应，那个肾上腺不一样。他是考试型选手，没错。对，嗯。要不要分析唱开场这样？可以试试看，可以试试看。好，要不要分享一下这样秒杀当下的心情？哇。还是本来就觉得一定秒杀的吧？没有，我就很紧张啊，真的超紧张的。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人在温哥华，所以其实对于这件事情是感到未知的。对。然后因为又离台北这么远，对，所以其实很紧张，然后也很担心说是不是自己还有哪一边可以照顾到这样子，照顾歌迷的心情。就很多张票小巨蛋，结果没想到就很紧张，歌迷照顾了我们的心情。对。应该没有人哭吧？你说目前还没，目前没有，因为那时候演出，所以对也不能上台的时候，对。但的确压力对我们来讲会越来越大，对，蛮大的。这对我们来讲告人第一次的小巨蛋一定是要很好看的，然后我们自己也会很当做自己的一个里程碑，然后希望可以在那个这个回忆里面留下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印象。那会有什么粉丝福利吗？既然都秒杀，歌迷这么挺，你们一定要拿粉丝的吧？你说在台上吗？很少脱衣服的，真的。你要当第一个吗？第一个。等我练好的话，或许有机会。那要多久？那要多久？那要多久？对，我们现在这边有两个嘛，有两个可以，对不对？有机会脱吗？谦哥有打鼓啊？谁比较？我觉得浅青老师可能露腿的部分比较多吧。对。会吗？浅青这样子还会再更辣吗？我都努力了，好不好？哇！我们聊点别的，可能就是看是要切水果还是干嘛这样。切水果。对啊，就是秒，对对，现在就是卖完，然后加场。如果加场又卖完的话，就你要切什么？要新的是不是？可能就是加一颗苹果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平安局例的。对啊，对。但真的很开心啊，也很感谢大家，因为压力真的蛮大的，然后我们也努力在看怎样的小巨蛋可以很精彩。那也是想要跟歌迷说啊，我们4月9号既然已经宣布加场了，对，麻烦歌迷2月18号售票的时候呢，再麻烦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2月18是我们售票的时间。对对对。那因为谦哥有说要吊钢丝嘛，现在练习的进度如何？怎么样？因为已经跟这个导演组这边已经说了。
然后就看他们有没有这个安全上的考量。对，其实我原本想象的是，就是我 solo 的时候可能会想要，就是在可能在空中 solo， 但不知道是用哪一种方式。对，那他们现在还在评估，这样。对，但如果加强又在秒杀的话，是不是那个高度要提升？高度要提升，再加一个人，就是平安一起进去掉。我的加场公约应该是，如果是再加场的话，加场又售完的话，再开一场。对，我们希望可以到高雄。我们也希望可以到台中，开更大，也是开大型演唱会，对，然后跟大家一起好好的玩，这样子，对，对，想要北中南的朋友都可以照顾到，对。今天是好日子，情人节的，是。今天除了这一场记者会之外，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吗？有，我们今天晚上，八点的时候会上第二波主打，然后叫一念之间，对，然后其实这一波主打其实很有趣，因为它其实记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之后的续集，因为我们之前那个披星嘛，然后城市也拍了续集，然后这次城市再拍了一个续集，就是在这城市遗失了你的 MV 剧情里面呢，有一对男女朋友，对，这是他们分手之后的故事，对，所以是今天晚上八点的时候就会上架，对，对，也希望大家看的时候可以哭一下，对对。如果哎、欸，你刚好对不对？对，我知道他们不想听这个，他们知道。哈哈哈哈哈！哎、欸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每年情人节真的都是在跟大家一起。其实呢，告人呢，我们两个呢，即便是我们两个人，我们都是在帮大家过情人节，对，帮大家过情人节，教大家如何生存下去。因为其实，好不好？看看我，对对对，活生存法，教一下，活得多好。对，那平常什么生存技巧呢？多说点好话，多做例如就说好话啊，存好心做好事、啊。谦哥，你一定要记得，早上起来先说他，先说另外一半漂亮，没有错的，是知道。示范一下吗？示范一下平常怎么讲？示范一下。对啊。我这个真的很难示范的。哎，早安这样子。早安，你好。对，不要像我很传统的，好吧？真的是一直逼。但是因为我们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，其实也是二月十四号的时候。对。对，就刚好了、不要这样嘛，还是要唱点歌嘛，对不对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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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我吗？我们现在这个远距离恋爱，老赖，我现在没有老赖想的是，等一下我们要去录音，然后还要再做小巨蛋档案的事情，所以对，还要确定能不能掉钢丝。我觉得我们每年情人节都很忙。对对对。那全庆呢？有做过什么样很浪漫的事吗？还是你就是享受派？就是其实。有啦，也是有付出，在这段感情我也是有付出。对对对对，就是可能因为我不是一个很擅长煮饭的做菜的人，所以我还是会做一些可以入口的菜。例如做过什么觉得哇自己好努力哦这道菜，就是煮一些汤啊之类的，或是用一些烤箱烤个面包啊什么，有啦，我也会给他们吃啊，我也有给谦哥写卡片，也是会写啊。对对对对对，为什么他很惊讶？他想说有吗？有啦，完了，有了，我回去检查一下。有了，哎，汤好喝啦，好不好？写的卡片对象是对的吧？是啦是啦，就一个就一个就一个，出事了。这个中奖了，家长出事了，对对对，因为家长讯息其实呢，今天已经公布了，4月9号会在小巨蛋再加一场宇宙的有趣演唱会，对，2月18的时候就会开卖，所以请大家动动手，然后呢，再让它卖完的话呢，我们就去再加场吧。看可以加哪里，好不好？我们看可以加哪里。对对对对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好，谢谢。你们看前面就好，我们会看哈，好不好？再下一个就是了。哇，那个彩灯太酷了！不用再发出一下。
好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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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